很高兴又再一次参加铁人比赛，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觉得是放松心情参加，这样就好了。因为你是这次最年轻的参赛者，请问你几岁？我18岁。我摄影社的学长说邀我一起来，要一起来挑战这个摄影比赛。我同学跟我讲的啊，他说有这个比赛，然后刚好离那个我住的地方蛮近的，对啊，然后我们这边蛮熟的，我就过来了，我就约他一起过来。请问你们期许这次有什么表现，或者是你们有什么必胜的武器吗？没有啊，就是爱好摄影的心而已。那这两位参赛者呢，也是夫妻档。那我们想请问，就是这两位参赛者，就是为什么会决定一起参加比赛这样？因为本身都还蛮喜欢摄影的，那觉得就是因为他第一届也有参加，然后去年是因为家里有急事，所以就希望今年还有这荣幸可以两个一起来参与这样子。对，试看看在有限的题目下做无限的想象。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赛事，考验各位的这个耐力、体力哦，还有这个创意的哈。因为第一届是感觉比较新鲜，可是知道发现说参加之后可以认识到更多摄影朋友，然后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对。然后从第一届参加完之后，就第二届就开始迷上这一个活动，就开始一直参加。在比赛过程中可以激发出我更有想象力的作品，就是一次比一次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然后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想自己来玩一下这样。怎么会想要一起参加比赛？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嗜好，共同兴趣。哎，对，哎，我想要跟爸爸一起参加比赛，因为就共同的兴趣啊。因为这一阶段它的题目是样，就是水波摇动的样子，然后抓住每一刻的感动。那自来水园区它最主要就是它有一些亲子戏水的园区，那我想要抓住就是小朋友在玩乐的感觉跟水互动的那个欢乐的气氛。我带一机三镜，那有一颗超广角跟两颗定焦的镜头，对，一颗长焦，一颗中距离的定焦镜，就这样子。嗯，其实我是一个初学者啦，当然也在参加这个比赛是累积经验。我希望我以后可以拍出一些就是可以写故事的照片啦。我今天带的镜头的部分，就是尽量能背就背啊，就譬如说我的广角镜，然后还有中长焦段的，应该拍摄的时候是还是以广角镜为主啦。因为才刚碰摄影没多久，然后买的是 Canon 550 珠，然后搭配 Kit 的镜，个人单镜小背包，然后还有战斗口粮，对，这是我今天一身的行头，因为怕下雨，所以穿的拖鞋。这是我今天带来的脚架，相当的操作轻便好用。对啊，今天比较常用的话其实都在那个11端跟16端这样子中间，因为11端的话比较广角的话可以容纳很多画面。对，走，
上次经验真的是很棒，累了我一天，我今天又要开始非常的累。我现在抽到的题目是无限，无限远，无限广，挺难拍的，我还要再继续走，还不知道要拍什么东西。关于在台大这边的主题，我是比较想要拍，毕业生，就是毕业生在学校是有限的学业的时间，然后，然后到未来的，到出社会之后，他们的前途是无限的，这样的感觉。我今天带的是 Velbon 的脚架，以及那个尼康的 D60， 还有它的10-24的镜头。加油！可是你为什么脚受伤还继续来比赛？因为铁人要有铁人的精神。我带70-200、280、16-35，还有一颗鱼眼。如果有这边的题材，可以把它表现出好像有旋律的样子就差不多，不过这实在太难了。现在这个自行车道这个主题就有点困难，你想了很久，现在只拍了，可能要发挥点想象力，对吧？只拍了一张，再一张，再一张，再一张，1、2、3，这是我的配备小 DC， 我有信心用这台小红妹打败大家的单眼。最喜欢的题目啊，其实本来乍看觉得无限好像比较简单，但是开完发现我比较喜欢那个忽然有韵律，对，然后我最满意也是这部分。其实12小时连续拍也蛮累，因为你要在时间内要去完成这些的那个闯关的动作，但是在4个地方里面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有4个不同的题目。好，我们的铁人精神真的是很大，真的。所以大家要继续热爱我们的摄影，热爱我们的这个铁人摄影大赛，支持我们一零八六部。第三次参加了，那这次参加的感觉跟前两次走捷运方式完全不一样，因为用走路的发觉这附近很多一些平常都不会发觉到的一些景点特色，这样子。很好玩，但是很累啊。这样子的辛苦才是这样子的欢乐，这样子的快乐才是。同时也是今天的比赛。